请问 A 班怎么走啊？什么？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人啊？金色的头发，金色的眼睛，他们好像已经不是人类了。人类是不可能有这么美丽容貌的。你怎么了？我被这甜美的声音融化了。哦天哪，真的吵死了！楼上，楼上生气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救命！我们该怎么办？在楼上，我们走了，我马上去喝眼药。楼上，我不允许。看样子你很拽啊！第一，我不叫喂。我叫慕容，寂寞的冷，美丽的绝，可爱的甜，温柔的水月。第二，我不是拽，我是愤怒。第三，我绝不允许你欺负人。真是该死，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我竟觉得他们该死的甜美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不，美丽。对不起，我天生就有锋利无比的尖下巴，虽然美丽，但也危险。天哪，他居然有着跟龙少侠和剑一起同工的尖下巴，他长得好牛不一样。女人，你很特别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慕容，寂寞的冷，美丽的绝，可爱的甜，温柔的水月，就是我皇甫酷炫狂拽邪魅狂狷冷酷霸道龙的女人。哇，好帅啊，王子，可以在水里面吗？死！什么？我失恋了，我也失恋了。这个家伙怎么这样？不过只说过一次的名字，他却记住了。他，哼，请你自重。我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认真。你就这样突然闯进了我的生命中。仿佛我的脚气什么因为你吸引我去了。怎么会有这么追求的男人啊？一直告诉我应该逃跑，可是我的身体却很诚实。我走不掉了，是水饺，是三代，是死春，是七出大个老马，趁你爱喝不上啊。